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你的顽抗让我诗性大发。来干！看剑。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情怀，懂不懂？ OK， 上路带一带，可以拿个 BOSS 吗？抓一波。谁能借我一剑？来干！在我手里，正义从不会迟到半秒。这个太好杀了呀！我是怎么每次打个野怪，一天到晚是能吃到这个哥们的大招呢？这个人的大招从来没有落空过，打我。有点吓人。啊！但愿长醉呀！哎，我这个二技能没开出来，哇，傻子喽！自信了，自信了！哇，我这个二技能，本来准备诱惑一波的，哇，真的是逗我自己哦！来诱惑他一波，想的挺美好的，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 你的顽抗真是大发！来之笔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 不慌，等一手。我刘备开枪打我还是有点痛的，兄弟。 我们要拿这个暴君，他们就是必须没办法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大招可以疯狂上去消耗他们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说你想拿就必须可以拿。 把大招骗出来就可以了。 OK， 中路有了，他没大，他必须死，一波了。干得漂亮！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发起进攻！啊，一波一波一波，咦？嗯。 很强，好吧，对吧？队友都会，可以打把杨玉环。让我打把杨玉环。嗯。打败杨玉环，打败杨玉环，居然没有0-10！开玩笑，我的礼拜。白还是很强的，你懂吗？来一首简单杨玉环。哎，这都是打法师的，让一下吧。我要玩这个。我方禁用英雄。快点，快点，让我玩。 禁用英雄，我方挑选英雄。杨玉环，在哪？我好，抢一手，朋友，给我。到敌方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今天晚上打不了一把杨玉环的吗？ 我真的烦。你就去请选择你的英雄。开播传。 挑选英雄，开船开船，我方挑选英雄，我选不到啊！不是我不想选啊，他们是不给我机会啊，朋友们，好吧？我真的也想选。你说有办法吗？ 还剩5秒。大仙怎么不玩别的游戏了？因为王者荣耀真好玩。我这两天一点淀粉都没有摄入，所以我一到12点左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点中气不足。 我会感觉每天7点半的时候，到这个11点的时候，我很激情，到后面就开始很认真打游戏，然后变得很厉害，话也少。没错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米饭、面条、包子。 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于是，我瘦了几斤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我瘦了3斤。疯狂打野回血。朋友们注意我怎么操作它，好吧？1、2技能连起来。 推！你干嘛？哇！不行！有没有搞错？我买个装备不就杀了他吗？又一天到晚不舍得买装备。没错。 这是我有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总是不第一时间买装备。我第一时间买装备，他都是。我都来了一波1闪了，没打到他。华丽大风刮我出神入化哟！出家都是残缺。血战力的漩涡，我们必会征服的航道。范范，璀璨的灯引导新的航向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上路打的我好难受啊，朋友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灾祸。到饼不加，我云南不是应该被我击杀 ？Good， 没到四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很无奈。 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哈，抱歉。哈，气不气？ 灰烬没入大海，在破碎的奇迹中寻求光明。乖乖，我觉得你可以杀他。不行，死！我的天，真的是运气好，这几个人。是的，把兄弟给推了，好吧？不能杀。璀璨的灯。 擦一下，擦一下！哇，天哪！打得好，居然这样挡船！你他妈扯掉管大！请求集合。应该。快点呀！ 这不大，大一手。开始撤退。大一手，跟我走。哎，是你的马快还是我的船快？来！ 追逐我！好吧。世人站立的漩涡，我们开玩笑。看到没？你以为自己是谁？灾祸吗？命运吗？终究会被我踩在脚下。 呵，兄弟，看直播的吧，这么厉害！自破碎的奇迹中寻求无情担待，希望的头脑扶摇而上。没事，我有船。放心，我活得下去。 开船啦！扔！呀嘿，直接闪，很酷。起！闪吃药，别死了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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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个鬼呀嘿！小走位。啊，不应该走，他没拿吗？ 好穷啊！没好好打钱呐，钱不够。王者无奈点章。嗯，哎，他们为什么这个面对我的船都这么苦？让你直接交闪，让那个然后砸那个法师，那个法师就死了。他们这几个肉搞得我很难受，但问题不大，因为我们可以赢，好吗？让我反上赤甲走起来，白起稳住，别怕。璀璨的灯，你觉得我能单杀他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答案是不能，因为他装备比我好。 能单杀的话，我就跟你讲。开始撤退。讲道理，他什么装备？4300，3400，我比他少1000，比他少1000能杀吗？他会往那边走，他没往这边走，这边在打暴君。OK， 暴君。吃烤鸭。呀哈！ 他们溃不成军。我的船，我来，是我，我在挡枪，我在给船。Triple kill， 厉害啊，这水友。Enemy double kill， 有点凶啊。自破碎的奇迹中寻求光明，以奇妙的头脑扶摇而上。这个都挺好的。别慌，我在。世人站立的漩涡，我们必会征服的航道。我要去杀他吗？现在行不行？我跟他经济差距5700，4000多。 那我只能安心带了。啊？冇得讲啦，我貂蝉会玩呢。我要去保护他。等等我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船永远只会给这个鲁班。 跟着我，收到。不，开始撤退。我发错信号了。干得漂亮！干漂亮！我的船！不够。打了一个猴。 没有大招，我们可否与之一战？我的朋友，我只能讲道理了。点他速 ，A 一下，拉波走位，起一波，哇，都死喽！我的船扔一下，开玩笑，扔船狂魔，厉不厉害？当然，对吧？没有这个貂蝉厉害，这个事实我们得承认的。刚才是你打我，他必须死，必须死。大仙，我好喜欢你。 我也喜欢你。干得漂亮！引导新的航向。哎呀，说的我好羞涩呀。难怪你貂蝉玩的这么好。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我们回家。 等我集合大团。我看。世人站立的漩涡，我们必会征服的航道。我们这个船一定要扔到鲁班7号脸上，好吗？或者扔到阿珂脸上，那都是可以的。你这把不要强行突，你要一技能确保咱们貂蝉是安全的，一技能往他脸上打。 确保他这个区域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往哪2，我往哪1，你懂我意思吧？确保他的落点是没有问题的。发起进攻！我的朋友们，来，请求集合。OK。登船，起飞，起！哎，减速啊！是不是？你看，这船是不是扔的有一手？你要会，船扔的准不准？ 很关键的，这个船扔得准，这个团战就很好打呀、啊。把这个船一扔，这个一技能，完比高高，这个赢了吗？好，扔不扔？爱心之船，我扔，起飞！哎，你看这一波不就很稳了吗？ 对不对？就往这个鲁班身上一扔，啊！我的天，再见！打不了了，是人占领的漩涡，我们必会征服的航道。不需要，哎，好像一波了耶！秀起来！我相信你，貂蝉还在吗？貂蝉在。对不起，小丑卫，是你的船快还是我的马？哦，说错了，是我的马快还是你的船快？ 给我，喂，挑逗他啊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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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去，开玩笑，别闹，不好吧？我开玩笑。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I just want to lay in my bed. Don't feel like picking up the phone.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. 'Cause today I swear I'm not doing anything. Nothing at all. 我船还是撞到了，抱歉，快乐起来。 斗气化嘛，这波蠢了，但没关系。璀璨的灯引导新的航向。因为我准备跳船，懂我意思吗？等我一下 ，My friend， 小鲁班在哪？请求集合。 自破碎的奇迹中寻求光明，抛弃希望的苦恼，扶摇而上。哇，机会，他卡墙了，他不好打。重要的是啊，为谁而战？一棒，我的船儿举高高，让船走。哦，对哦。 能出打主宰的时间不，我们打不了主宰呀，都是把戏输出是怎么打的？不好吧？要保貂蝉。嗯。是人占领漩涡，我们必会征服的航道。哇！头一倒打不了。 璀璨的灯，引导新的航向。不好吧？有点小尴尬。问题不大。 我精准的这一传，哎，别猴子，你真的别浪了，好吧？我真的错了，看得我有点慌。OK， 逼走，减速，一技能，拉不拉得到？拉不到，他过来。你开玩笑！二技能解他术，二技能解他术，二技能解他术，一技能封他气一波 A 一下拉走 A， 一下都不死。啊，我的船好不好吃？ 开不开心？自不自禁？发起进攻，效率一波，再见！破碎的奇迹中寻求光明，完美！抛弃希望的苦恼，秒杀！有办法吗？你扔船扔的准，加一技能，很关键好吗？你不要拿船去撞。 你玩这个英雄啊，他是个团控型英雄，好吧？你如果是去撞的话，那就不对，你要扔过去，懂我意思吗？你撞了后那个位置不是很好，你扔过去位置很好，好吧？同学们，哦，这一把是咱们这个貂蝉 carry 了，打得不错，颇有我的风范，好吗？嗯。 还杨玉环，养不动，我也很累，我力气不够，睡觉吧，晚安，晚安吧，各位再见了，拜拜 ，FM， 我既想读，但我又有点累，那我读不读，朋友们？ 哦，对，我还有官方的鱼翅还没有抽掉算了。忘记抽了，抱歉。哦，是的，投票。假如说你有星月会员的话，记得帮我投个票，好吧？作为看了这么久的这个我的这个视频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帮我投一票这个游戏创作者，好吧？我这两天看到鱼吧有人大家都帮我投票，我这个也声援一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以为 V8可以多投2票。 后来发现不行 ，V8也只能每天5票，好吧？不是星月会员也可以投哦，对吧？视频都很棒棒，你喜欢就好。哦，星月是不是最高3级啊 ？V3。 你一天为什么可以投40票？继续打呀！啊，打不动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有点小累，因为有8个账号。 六，你觉得我看我视频看了个半年，就是他年底他总是有这啊那的评奖嘛，他评奖你觉得我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，就帮我去投个票吧，啊，看了这么久的视频，对不对？抽内侧皮肤抽不到呀，问题是，感觉每天投25票的我都不好意思混了。啊，昨天看到有人投了100多票，特别感谢啊，谢谢。大仙，你快点下，我要看录像了。还这么溜的吗？怎么投？看鱼吧置顶。好吧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下次你能免费抽，不是，这是官方给我的那个礼物，我就随便拿出来抽了，好吧？别墨迹了，快下了，好吧？我撤了，我撤了，别墨迹了，快下了，好吧？我压力大不大？啊，抽完就撤的，是的，在减肥。我希望我领奖的时候有别样的帅气，好吧？好，谢谢爱迷妹的小娇妻。那你还是吃吧，不行。这抽完这一波撤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去鱼吧看置顶的。你看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视频，投一票，投一票，是吧？你投一票，我后面才能站在这个站在。感谢各位一年以来对大仙不闹、对脱坑三招、对荣耀快报的支持，还有仙游记，感谢各位对我这栏目的支持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啊，是代表栏目组的所有成员向大家致敬，谢谢。都练好了。都已经想好颁奖画面了，同学们。好了好了，我撤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